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作为筐子的方法。然后我就是做了一个像小笔筒的东西，然后我自己还编了一点，就变成这样。好，我们今天做的就不会有上面那一角，就是这样的，只不过它会变得更加宽一点。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这里有这个叶子，这个叶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同样方法把它对折，这个叫 flat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中间大概封一道，这样拿指甲大概这么分一道，就这样知道等会儿在哪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中间有这条线，所以你要再分一道。中间这个线的地方你从哪裁，和这个边上你要从哪裁，这样子，然后你把它这么分开，要整个把它分成一点点，然后这样就出来了，完美的。然后我们一共需要八条，所以应该是两片叶子，底下合在一块的地方就不要。这样，要八条。这个呢，我已经把外面的这个去掉，所以就可以稍微靠那边一点。然后呢，中间的去掉。然后你这指甲跟裁纸刀一样。然后呢，我们还需要八个夹子，大家可以都用一个颜色，但是我就是上课，我就用两种颜色。然后呢，就等于是一个颜色是一层，然后这样大家可能更加清楚。但大家可以都用一个颜色，也可以用那个叫什么东西，就那个夹纸的那个东西，黑夹子，小黑夹子，那个扁扁的玩意儿。你可以那么啊，曲别针，这曲别针有没有曲别针？现在先开始。你还得是要个助理，你翻译。OK，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呢，大家如果那个比较老的话，可以就拿个东西这么稍微刮一下，但刮不刮都可以，我这就不刮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光面朝上，我喜欢光，看着比较顺眼。哦，对，把尖尖给剪掉，我等会儿不太方便，把它们所有的尖尖都剪掉。1、2、3、4 OK， 然后呢，我们把光面朝上，这么竖着摆上四条，比较长。多宽距离都无所谓。然后呢，另外这个方向再摆上四条。然后呢，之前也给大家说过，就是编任何这种东西有一个规则，就是 over under over under。over 就是上面，under 就是往下。然后呢，所以我们这会儿也要 over， 然后 under， 然后 over， 然后 under， 好，这样。好，这四条。而第二次的时候要稍微相反，第一次如果就是 over 的话，那第二次叫 under over under over， 然后这次再换又换成 over under over under， 啊又换了变成 under over under over。现在呢没法这么编啊，所以我要收紧，所以我喜欢把两个并到一块儿，中间两个。好，再把另外两边的往里拉，不管你有多少根啊，你都是从中间开始。然后这个也是，你们拉的时候，这两根呢应该在这竖着的中间，然后这样所有都往中间拉的。好，我们把它搞得紧紧紧紧的，因为如果太松的话，待会儿不好编，真的。嗯，我老妈总是说框框应该有大洞洞。但是这种框框不
行，有大洞洞它就散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先拿四个夹子夹在边上，我拿一样颜色，大家用啥都可以，就我想一样颜色，大家看得清楚点。哎呀，你不要松了，不行不行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先从一边开始。一边呢，你看啊、哦，你看中间这两个，中间这两边应该一个是 over， 就是这会是 over， 然后一个是 under， 然后我们就对了，然后把 over 的呢先变成 under 变成 over， 这样。然后这边是 under， 那你就该 over， 就每一次要换。然后这边是 over， 那你先就该 under 完之后就该 over， 然后反正就是成一个这样的形状。拉得紧紧的，否则等会儿就散罢了。然后再拿一个夹子，我不是有红的颜色夹上，然后四个方向都这么做。这块是 over， 这块是 under， 那 over 就变成 under 变成 over， 然后呢 under 那就该 over 了 ，over 那变成 under 完就是 over。这样就应该立起来，拉得紧紧的，紧点。然后拿一个红色，我这学生还行吧，都学会。对，但是光用脑不动手。Over， 那就该 under 就应该 over。然后这不是 over， 那就该 under。那 under 那就应该 over， 然后再 under。反正就是 over under 然后就一直这么画。回呀，再加上比较乱，越来越乱。over under， 那这边是，这是 under， 那就该 over 了。那 over 这个 under 啊，再 over。然后现在就应该有一个碗状了，已经中间。然后再把它加上，哎呀 ，OK， 现在我们应该有两层，大家从边上看啊，边上看，最低层是蓝夹子，然后最高层是红夹子。我们现在呢，找一个低夹子的，就是蓝色，啊，把它取掉。取掉呢，取掉你发现取掉之后，它这个两个红夹子嘛，取掉呢就变成本来应该红蓝，那就取掉就有两个红在一块。两个红的中间应该有四条，那我们同样方法，这会是 over， 这会是 under， 那 over 就应该变成 under 就应该变成 over， 然后这个 under 呢又变成 over， 然后呢，然后 over 呢变成 under， 然后呢 under 又该 over 了，反正就这么搞，然后拉得紧紧的，尽量没有什么个缝儿，还是没有，好高，尽量没有缝儿，但是这个缝儿吧是。无法避免。然后呢，你刚才取的蓝夹子，先加上蓝夹子。第二，然后现在就变成红的变成低的，蓝的变成高的。但你需要把一圈的蓝色都做完。你看两个红夹子中间不是还是有四条吗 ？Over 变成 under， 然后呢 ，under 完了 ，over 完了，不对 ，over 完了 ，under 再 over。这是刚才刮的那个。会呀、啊，然后记住每次取的啥夹子放回去啥夹子，然后你应该做完四个一个颜色，那你就换到四个下一个颜色。反正总之你就搞一个这么紧字，然后把它往下拉紧。最后一个蓝夹子把它取掉，然后把它还是那样搞出个井字，拉井。 OK， 这就是第一还是二来着，二圈，因为然后第二圈搞完。现在大家再看这个夹子哈，就变成
红色是最底圈，蓝色是最高圈，因为我们刚编完蓝色这圈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该编红色这圈了。同样方法，取掉红色夹子，中间有四个，那还是这么 over under 的换，变成那个井字，然后往下拉。哦，就是，蓝的编完了再编红的是吧？对，但你蓝的只能编四个，嗯、因为再编第五个话、嗯，那你就该第二圈了，那你不能挑一圈红的。嗯。这么编，如果我这个框子再大的话，是不是夹子就会更多？不会，因为这个方法只能用四根，就一个方向四根那么编。哦，除非你把这个就加粗，嗯，那你可能就会大一点。红的编完两个了，第三个，好，大家一定要 over under， 不能两个 over 或者两个 under， 那你这个就是大乱特乱，大错特错。就很难再找到源头，因为你比如说，哎呀，我搞错了，那我退一针，但你退一针有些时候你都不知道退到哪儿了，你不知道那是第几圈，然后就是贼贼乱的状态。嗯，啊，大家现在看，好，你打算编多深，那你就搞多深，然后打算编这么深，那你就搞这么深。打算变这么高了，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的不是特别清楚，但你能看见有两根左边，两根右边，换一个角，两个左边，两个右边，好，一直都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先取掉一个夹子，嗯，每个夹子那儿都有两个，两条在左边，两条在右边，对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找上面，就上面不是有个 V 字吗？上面有一个是 under 的，把 under 的这个往下折。然后再把另外上面那个往下折，然后再把另外那个往下折，然后再把另外那个往下折，还这样就收了一个。那我们怎么把它搞呢？稍微短点，否则不太好塞。这个我们把它塞到，就是你往回走，你这根线往回走，它之前经过的地方，然后你把它塞到一个 under 里。而这个同样，这个夹子挡住了，往上一点下。好嘞，然后这边同样塞到，你就看它往回走，往回走，然后下个地方它经过的 under 的地方，你把它塞进去。大家看啊，你收口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一定要 over under over under。我刚才这个就两个 over 了，所以我想把它改一下。这样就是一个，你看 over under over under under over over under。嗯，对，然后你就这样把它拉得紧紧的每一个。好，我选完最后一块剪，所以我们就先不玩。好，低的那一层，我这会儿低的那一层是红色的，那你就可以把它取掉。不要一次取掉，就是蓝的旁边那两个红色的取掉先。然后呢，同样方法，最上面一个 V 哪个是 under， 那你先折那个。我这是右边，然后再折左边上，右边下面的那根，然后左边下面那根，左边下面那根折完了之后呢？咱们现在那个折完是两个 over 的吧，那你叫 over 和，不对，那你叫 under 和 over， 这样子有个井字的样子，然后再把它们都塞回去，就是它这一根往回走，你看到哪一块，哦，又是被红色夹子挡住，然后把它塞到里面，嘿，比较硬。
这两本塞完，盖在另一边，把这个是那边把它折回去，然后同样方法往回找，找到的时候把它往里塞。这边也是照它的原路返回的地儿，先把这一边之前那边的剪掉去，这样大家看清楚点。好，把往回。这为什么要把那个尖剪掉？如果不剪尖的话，你这会是很难塞的，或者你也可以后面再剪都没有关系。其实，那我还是决定把它们塞过来，可以把它剪掉。然后上面是蓝色，蓝色的。然后那上面这个 V under 那个往回折，然后这是右边，然后是左边，然后再是右边，然后左边那个呢 under over， 对，然后再把它往回塞。最后一个。右边，左边，右边 ，under over， 哎，去了，哦，没去 ，under over， 就现在了，把它往里回，嘿，一呀。剪的好高一点，好嘞。这个叉也是按 under over 这么叉的，我最后剪完之后。一个小坡在上面，四个小坡架，可以把最后这些小的都给剪掉。今天的这个框框都做完了，然后我看日本人把它当笔筒或者花瓶，然后所以我就把它做的比较高，然后但它其实太轻站不住的，所以我里面放了一个石头，然后这样它就可以站住。然后呢，这个还是我自己穿的。然后那这个呢，这个是我用一个 flex 搞出来四根的，然后这个是更小的一个 flex 搞出来六根的。搞出来六根，那就是特别细特别细的。然后如果大家就是把 flex 直接搞成两半的话，那就会是两倍的大小，大大的就是可以真的可以当框框来使。而这个是我之前自己创意的，然后我这会儿是有另一个虎口，然后就还可以钉在墙上，然后还可以把它放到这儿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你喜欢，拜拜。